接下来请收看中华德育故事。星儿，星儿，回房睡去吧。哼，娘，起来了。嗯，我来帮忙。娘，还是做野菜粥啊。娘待会儿给你二哥再摊一个饼，他脚受伤了，得多吃点儿，长力气。嗯，对。你来烧火，娘先做饭，做好了饭还要给你二哥熬药。好的，娘。三哥四哥早。哦，六弟早。娘做什么呢？这么香啊。今天的早饭变了。娘，这草药管用吗？这是活血化瘀的，没两天旺儿就能下地走路了。娘，你做什么呢？这么香啊！娘给旺儿摊个饼。哦，待会儿每个人都有份儿。太好了，我去叫大哥二哥。二哥有伤，把大哥叫来就行了。待会儿我们给二哥送过去。好。旺儿腿摔坏了，他要多吃点儿。你们和大哥分这一半。嗯嗯，好吧。星儿，来吃饭了。快坐下，你们先吃，我把饭给旺儿送去。不用了，我给他送去。你抓紧时间吃饭，吃完饭还要带着弟弟去上学呢。我今天就不去学堂了，我要在家照顾弟弟。来，趁热吃吧，旺儿有我照顾呢。吃完饭带着弟弟们去学堂，不要耽误了课程。哼，我弟弟由我来照顾，不用你可怜。嗯，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大哥，你怎么能这样跟娘说话呢？她是你娘。你太不像话了，如果要是爹……够了，仁儿，你坐下。
总之，今天我就不去学堂了。弟弟的脚伤什么时候好？我什么时候再去上学？好吧，星儿，你就在家照顾弟弟，我送富儿、贵儿去学堂。随你便。娘，大哥、二哥不去上学，我和五哥能去吗？他们过两天就去，你和仁儿就别去了。娘，你也吃饭吧，我跟陈贵能自己去学堂，您不用操心了。是啊，娘，我们昨天还带着五弟六弟去呢，您不用送我们，路挺远的。嗯，赶紧吃饭吧，待会儿就凉了。娘，我来吧。我来。您慢点儿。娘，大哥的态度越来越不恭敬，我想去二爷爷那里告他一状。仁儿，你大哥不是坏孩子，也没有坏心眼儿，只是对我心存怀疑。他怀疑什么？总之你要记住，不管是跟大哥还是二哥、三哥、四哥，你们都是亲兄弟，身上流着一样的血。作为弟弟，你要懂得恭敬兄长，家和万事兴。你们兄弟六人要懂得团结和睦，这样我们这个家才会幸福兴旺。如果你去二爷爷那里告你大哥的状，他知道了会怎么想？再说你大哥本质是个好孩子。娘，娘，我们上学去了。哎，我给你二哥送药去。娘，娘，我们走了，我们上学去了。去吧，路上小心啊，放学了就回来。哦，娘，你就放心吧。义儿，你去仓房拿些柴火出来，厨房里没有了。嗯。娘，让我去送药吧。我去，你去帮弟弟拿柴火。好吧。大哥，我不用你照顾，有娘呢。你还是领着弟弟们去上学吧。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，我心里有数。我觉得你不应该跟娘作对。旺儿，脚还疼吗？娘，我好多了，没昨天疼了。来，把药喝了，娘今天早上。是什么药？活血化瘀的。让我看看。这药喝个两三天，旺儿就能下地走路了。啊！哼！哥，你干嘛呢？快把药给我！谢谢娘。咱不喝药。星儿，这药对弟弟的扭伤有好处。我说了，不喝药。哥，把药给我，我喝。你懂什么？是药三分毒，知道吗？好好的吃什么药？星儿，可是我的脚摔坏了，你把药给我。你还当不当我是你的大哥？听不听我的话？我也要听娘的话。咱们的娘早就去世了。哥，你现在怎么蛮不讲理啊？哟，你们哥俩争什么呢？大老远就听见了。二婶，您来了。哎，二奶奶好，我们没争什么。木江啊，我用昨儿星儿捡回来的枣做了枣羹，给你们端来了一碗，让孩子们都尝尝。
谢谢二婶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谁病了？没有，旺儿不小心把脚崴了。二奶奶，劳烦您把药递给我。哦，好。谢谢二奶奶。慢点慢点，别呛着。旺儿啊，告诉奶奶怎么伤的。二婶，孩子不小心跑快了。我问他呢。没事，说吧，有二奶奶给你做主。昨天大哥带我逃学去后山枣林偷枣，被人发现了摔的。你说什么？偷枣？是枣林的主人把我送回来的。星儿，你说这枣是捡来的呀？好啊，你也学会骗人了。二婶，星儿他……你别说话，气死我了。二婶，您听我说，让我吃偷来的枣，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？二婶，杏儿，快去给二奶奶认个错。我不去，要不是你端什么汤药来，二奶奶怎么会知道呢？哥，你也太不讲理了，明明是我们自己做错了，你别赖在娘身上。哼，你这会儿知道自己做错了。你们兄弟两个别吵了，是为娘的没把你们看好。娘。哼。哎，你要干嘛？哥，我看咱们去二爷爷家给二奶奶道个歉吧。我不去，要去你去，都是你惹出来的事。你说你刚才干嘛要告诉二奶奶咱们是偷枣啊？哥，我刚才态度不好，你别介意，我以后也不要跟娘作对了，好吗？走吧，你扶我站起来，咱们去给二奶奶道歉去。我不想去。哥，你平时不是常说现在就是二奶奶关心咱们，你不能让她老人家为我们伤心失望啊，这以后让二奶奶她怎么看咱们兄弟？走吧。老伴儿啊，你不知道有多气人呢。哎，你急什么？孩子做错事，只要他改，还是好孩子。我不是说这个，我说的是李木江。我问他是怎么回事吧，他还要隐瞒，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吗？他肯定有他的苦衷。哎呀，他有什么苦衷啊？二叔二婶。啊，坐吧。没事，我就站着说吧。二婶，我是来向您道歉的。哎，木江啊，小孩子干的傻事，你道什么歉呢？没事了，你二婶也是担心星儿、旺儿，没别的意思。二叔，说到底还是我这个当娘的没把孩子调教好，给您二老添忧了。木匠，不是我有意刁难你，星儿原来是多乖的一个孩子呀，到现在怎么学会偷东西还学会骗人了呢？你平常都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呀？二婶，我以后改。星儿也是，在我这儿两面三刀的，小小的年纪不学好，气死我了。二婶，您别生星儿的气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没有尽到一个当母亲的责任。二爷爷、二奶奶、娘，你干嘛？二爷爷、二奶奶，
我和大哥来给您二老认错了。昨天我和大哥逃学去了后山，看见了一片枣林，于是就忘记了平时娘教导我们的话，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，更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，穷要穷得有骨气。我和大哥犯了错，偷了别人的枣，请二爷爷二奶奶原谅。好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二爷爷放心，我们一定改，马上就改。好，星儿，星儿，星儿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没有。过能改，归于无，汤掩饰，曾已孤，这些道理你懂吧？嗯。那你知错了？知错。好，知错要能改，才是真正明白，听见了吗？我知道了，二爷爷。二爷爷，您放心，我们哥俩知错了，一定会改的。那就好。旺儿，你的脚伤严重吗？没事了，我喝了娘熬的草药，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三哥，这些文章你不明白，为什么先生还让你们背诵？先生说我们还小，文章里面的道理要等长大以后才会明白，但现在背诵下来，以后就容易学了。哦，读书就是好。四哥，你再背一段，我也跟着你学。吃饭了，你三哥四哥在学堂待了一天，让他们先吃，吃完饭再教你们。娘，我也想去上学。等你再长大点儿，娘就送你去。可我听三哥说，学堂里还有比我更小的孩子。那我不去了，你去吧。不行，星儿，你要好好在学堂里学习。你已经上学这么久了，不能半途而废。陈毅想去，你不让他去。我不想去，你偏要让我去，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啊？哥，你少说一句吧。是啊，娘送我们去学堂是对我们好，你别这么说。好好好，就当我没有说。你们快吃饭吧。吃饭吧。好些白头发，娘老了，当然有白头发。娘，我们兄弟六人太让您操劳了。傻儿子，为娘的不为孩子操劳，还是娘吗？娘，不管怎样，您都是我们的娘。怎么了？娘没事。娘，我想去上学。娘知道，再等等。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我去过学堂以后，在家天天都想读书。娘，您就送我去上学吧。弟弟，别闹了，娘不是说了吗？等你长大了就送你去吗？可是我已经长大了，我都能背诵那天先生教授的文章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仁，在止于至善。弟弟，行了。娘，你怎么哭了？我背得不好吗？好，好，一儿聪明，一儿能背书了。娘高兴。您真的高兴吗？那您送我去学堂吧。
行了，走吧，跟我睡觉去。我要给娘背诗，我背好了，娘就送我去学堂。你别犟了，听话。孩子，家里现在没有多余的钱送你们去上学，供着你们的四个哥哥都很困难。哦。等你们的哥哥完成学业，长大成人，娘一定送你们去学堂，好吗？嗯，好。娘把实情告诉你们，你们别怨娘心狠。娘，您别哭，别哭，我听话，不去学堂了。娘，您别说了。娘，好孩子，娘，娘欠你们的太多太多。佛法利众生，不论昼夜转法轮，开启生命电视台，佛陀教义广推行。各位生命菩萨，阿弥陀佛。佛要我们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。弘扬佛法叫大转法轮。生命电视台24小时用卫星电脑在全世界大转法轮，所以各位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，也要让生命电视台大转法轮，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那么弘法以外还要利益众生，那利益众生呢，各位就要放生、布施、超度、施食，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。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圆满生命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使用炉火一定要随时注意验收人离火时的严格，建议选用防止锅子温度过高起火功能的炉具，要选择有炉火折断瓦斯装置的炉子。使用炉火时会记得保持空气的流通，一定要定期检查线路，也要注意炉内清洁和保养。你愿意爱他、保护他，不论生病或健康吗？我愿意。如果他生重病，你愿意让他一辈子困在病床上，不再拥有喜怒哀乐吗？我不愿意。病人自主权利法，从疾病告知、医疗选择到善终决定，全方位保障你的医疗自主权。玉立医疗决定，为爱而立。自信清净人云长，安住十方吉祥沙土中，诸佛正法僧切生者中，定力一切愿我更吉祥。等往
佛现用一成就佛，自言得佛善名声得佛，一切一智广大名成佛，如须弥山生利名得佛，垂念一切众生名得佛，威力吉祥名成足愿佛，今闻声名增大增吉祥，吉祥八大善事尽定力。文殊童子具得金刚手，圣观自在护住自世尊，地藏菩萨并于诸盖障，圣尊普贤菩萨虚空藏，青莲金刚白莲那切树，上书生灯八大菩萨永世金顶礼，圣宝伞吉祥黄金玉，如意宝瓶月一妙莲花，月影海螺圆满吉祥界，不朽圣创自在金轮宝，书生标志八圣吉祥宝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今年昔女生中即增相，八大吉祥天女金顶礼。八幡大自在天边如天，千目的是一尺过天王，天王各持天宝物，本三叉戟短枪金刚杵，琵琶八剑宝塔神八窗，三界增上山庙与吉祥，世间八大护法金顶礼。诸事业，一切障难恼恨悉消弭，顺缘增长所愿如意成，祈愿吉祥如意喜圆满。生命电视以佛法迎接美好时光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